握手，光速血怒啊！哎，光速血怒重印握手，有点意思啊。其实我觉得可以，就是拉到你，我指定就是必触发血怒呗，拉到 AAAW 三下平 A 接 W 接外圈 Q， 那也不行啊。啊，行。这哥们可能搁这草丛里头呢，我们等一会儿啊。啊，辅助薅着。来吧，兵我都不要。我就在这站着，我看你回不回去，要么你就别吃经验。趁黑出动，好闪。走回家。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我们一个技能没交啊，他交技能，我们再交技能，啊。他疾跑，我们再疾跑；他不疾跑，我们就不疾跑。才发现我后面有只猪啊，他交疾跑了吗？我靠，感觉好像没交，他应该是只交的闪现。来，可以杀，我们疾跑开闪现，点点 Q 点。浸泡在圣灵中，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这我就不管了啊！你单跟他跑，你应该能跑过他。这落手不吃兵了是吧？你直接送塔得了呀！我说，你说你早你不送塔，你早点送塔多好，你非得送他一个，那行吧，这红我要了。嗯，这红 buff 给我了，挺好。落手八个刀，我让他们得到寄托。出个海妖看看呢，这把不能出海妖啊，这把出海妖不等着死呢吗？这落手不补刀了是吧？人没了啊，经验也不吃了是吧？小心点。行。
那红拿完不做点事儿吗？他怎么四级跑下路去了呢？他要四级跑下路去还能杀人，那真是没谁了，那真是。这怎么换人了？他跟薅着去了，换人了。给我换了个卡莎。换卡莎还真是不好杀呀。补完这波兵回家了。ADC 一个人不太好越塔，打这种远程。得了，回家了。换掉差一点点，这波薛微是有点小上头，哎，虚区不太够啊。黑夜也会怕我，这怎么能叫菜逼呢？我这波操作哪一步出了问题？你说怎么就叫菜逼？如果菜，请说出来；如果说不出来，请不要说菜。疾跑开了能多 A 两下，你净放屁！那疾跑跟攻击速度又不挂钩，我开了疾跑，攻速还能变快了？我没有浪费我任何一个平 A。我出来先 A 他一下，你保证这个人他不会放 E 吗？那万一 E 空了怎么整啊？给我过来越塔，这 ADC 给他喊。把这塔推了，我最多叫越塔杀他，没杀了。跟菜不挂钩，点坑，不打了，1750。
我确实是差点钱，马上顿工，兄弟。其实出海妖也行，我觉得，只不过我顿工都出来了，就算了。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威胁。这派克到底在干什么东西？在那里瞄了半天。你的意呢？这落手成长成什么样了？我想看看。在这等一下，这薅着啊！我先把他罩给他破了。出个什么玩意儿？出了个夜印之风。来，小绿人，跟我下来，来，找到这小落手。那你走不了啊！那你可走不了。今天我是不可能让你走的，我折磨你没折磨上，跑去下路了，跟我俩，我得回来折磨你，你别躲着我啊！我跟你说，谢谢红 buff， 我把他杀了，他薅着，点点点。还出三项，他跟我俩出三项，点点点。点，他已经疯了，看见没？叫人是吧？叫卡莎来，那没办法。不过这种远程英雄确实没办法，比较克我们。我们也就能欺负欺负这种近战的。不过没事，他没技能了。往哪跑？给我上来杀潘森！哎，这卡莎好烦啊！漂亮，别人不点点我。看来你跟他落手是一家人，我发现。推。整了个薅着辅助，薅着辅助是哪来的？薅着，你还有闪现了吗你？一走，这一波你要能被勾着，那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这儿
俺俩在这待着啊，勾引勾引勾引，你别动啊，你别动你别动，哎，来来来来，这有个潘森给他勾回来，你给我上墙，点点点，龙女跟人干起来了啊，这龙女估计肯定是够呛了，这波来一波三杀吧，嗯，让我看一看，来一波三杀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先杀卡杀，点点 E 点点 Q 点点点点 点, 点 Q 过来点，落手呢，落手跑了，没折磨上，我说实话他们家队友也真是对得够好的，你要碰上那种就是有点二的那队友，我他说他上路打不了要换路，然后就给你打撤退信号，不带跟你换的，贼傻那种人。点点 Q 点，暴击了，点点 Q 过来，走位。点 Q 点点开大招，这薅着有虚虚吗？这薅着给我点薅着，我先滚走，走位，把卡莎杀了，漂亮，给我杀的卡莎，老点我。哎呦，这潘森死的太惨了，这潘森。薅着辅助可以辅助，只是我不知道薅着辅助是怎么个辅助法，应该。